个名字叫马申，回族中共党员，我是甘肃省宁夏州广和县电力公司的职工。我叫马成功，在甘肃省广和县电力公司职工啊，从事的工作是那些主要是营销专职啊，主要从事的就是广和县电力公司的供售电量的营销统计工作。广和县电力公司它原身是广和县农电站，它原来的主管单位是就是广和县地方政府在主管，它就慢慢的演化成了广和县地方政府和宁夏州电力公司双管，它是这么个单位。我在单位上班期间呢，从底层就是这个农网改造到城网改造都参加过几年。我接触到我现在要说的这个案子的核心主要原因是呢，我担任过供电所的具体的那个会计。在我接触到这个核心的这个黑幕的时候啊，我就干了大概半年左右的会计，我就主动辞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接触到这个单位内部这个造假账的这个黑幕，我清楚了它，所以我就主动辞职，因为我的良知和正义在起作用。现在呢，我就再具体说一下这个我现在公开监督的这个案子的两个大的方面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电网改造和城市电网改造，这是大概已经是金额在4亿左右，国家这是国家电网公司批下的专款，这是专业项目，创有效益资金。这个是在我检举的这个人担任广和县电力公司经理马玉杰，他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成为这家公司一把手，我是98年参加的工作。在这个期间呢，他是2000年开始左右开始，就是整个就是大面积的国家大范围的在搞这个农网和城市电网改造。从电网改造和城市电网改造的，他的国家的那个初衷目的是来要优化供电质量，加快推进新一轮的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重点解决山区农村电网供电不可靠、低电压，直接牵扯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的问题了。这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农网改造和城网改造呢，他这个专款和这个材料从省一级单位啊，发改委到省电力公司项目部转到这个广和县的时候，全部就是在这个马玉杰担任经理这十几年期间都是由他来，他是企业法人，这里面就牵扯了就是很多虚报造假，大量的贪污这个农村电网改造的这个资金和这个项目材料，还有城市电网改造的这个，他是怎么弄的呢？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啊，也就是实际的。第一个呢，他是把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每一个这个村庄或者是每一个社区，以每一台变压器为台区，我们叫专业术语叫台区，它是每一台变压器是这个供电的这个范围，我们叫做一个台区。他们怎么造假的呢？第一批次批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改造更换了老式的变压器、电线杆，还有这个导线，所有的材料。当然了，这个东西同时呢，就有配套的运输费呀、人工工资呀、这一系列的问题。他是怎么造假的呢？就是同第一批次改造完成了以后，更换变压器的编号、型号和每一这个片区、每一个这个范围、这个台区里面的这个电线杆，到变压器的这个编号，来变更它的编号和名称，多次反复的上报，就是这个虚报，来贪污这个材料和这个资金。当然，这个材料很多下来了以后，它就是肯定是，据我们在具体接触当中是变卖，都变成现金了，进行了贪污。
这是一块。二个，在这个农网改造和城市电网改造期间，所有撤换下来的电线杆、这个导线，哎，一系列的材料，他们都是私底下进行了变卖之后进行贪污分赃。啊，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我检举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从，尤其是从这个马玉杰本人啊担任电广和县电力公司期间，从2000年开始，他已经是明目张胆的在单位内部开始造假账，进行公开的贪污之业。这个我来具体解释一下啊，他是怎么造的呢？因为我们电力企业的这个财务呢，它产生的源头是有营销产生的，也就俗话来说，我们的营销的这个费用产生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每一户老百姓的家里面收取的电费产生的。哎，我们叫做，这是专门有一个营销部。哎，他这个造假账的第一步就是从营销部里面这个供售电量的时候，把这个电力提灌啊，我想解释一下，给大家提解释一下，这个电力提灌这是国家有优惠政策的。哎，这个在早年的时候，2000年左右，它的电价是每一度电啊，我们专业就属于叫每千瓦时，咱们老百姓说就是每度电，它的价格是4分左右。哎，我们当时的它的照明价格那就是4毛钱左右。它的造假是怎么造的呢？啊，它把我们的售电量，比如说售卖出去了100度电，它把80度电，它直接就造这个营销报表的时候，造在了哪里呢？造在了电力提灌这块的下面。也就是说，电力提灌根本就没有用这么多电，但是呢，他把其他的那个电价收进来的这些售电量呢，他造在了电力提灌这个名下。那等于说呢，什么意思呢？电力提灌的价格是4分，那我其他电费我平均下来，我收下来这是这个100度电，那都是4毛呀，也就是3毛6，他80度电就整个就做了假账以后贪污了啊。当然这个情况呢，现在我在座的我的同事原来是营销部的这个营销专责，也就是咱们俗话说营销会计，他来具体把这个案子，因为他是证人，也是做了假账的核心人，由来他具体来说一下。在营销报表这个做假账这方面，主要是我们那些负责的哈，就是每个月每个季度那些上报那些州公司、州电力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的营销报表，就我发现就是明显那个那些在造假哦。在2009年时，那州电力公司的，在那些州公司营销部来那些，我们那些公司来查营销部那些这个营销报表的时候，那些就问那个那些说，你们营销部那的权力很大嘛，600多万钱到哪去了？这个当时那些我们也不知道是。这个钱周公司都不知道啊。我说这个事情那些你可以问那些经理啊，我们那些只完成我的工作那些，其他的我不知道的钱到哪去了。就这样结束了那些但这里面那些具体的做的那些假在哪里啊，就是那些把整个的售电量大部分那些电量的挪用的挪用在那些电力提灌倒是用于农业灌溉的，这个就电价是最低的嘛，国家政策那些上面有补贴的嘛，优惠政策，这样就是无形中每个月的电量这个产生的电价差就在
20万到40万之间哦。每个月。嗯，这累积下来就是一年累积下来就在个那些5-600万哦。在我们那些经理担任期间的一直这里就这样子做下去的话，上报的这个最后这一部被那些截留的资金跟那些就留在公司的小金库里面，这是州营销部那些来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那些我们就跟那些我也跟那些感觉到这个事情严重了，我也就跟那些要求调离了，在结束了我09年就结束了这个那些营销专职工作。你当时害怕了？肯定嘛，那么多钱啊，当时我做的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上面肯定知道啊，但是不，人家一问我那就才知道问题严重性啊，几百万那些每个月。在马玉杰之前这个担任经理期间的那些多少年的那些这笔资金是巨额资金啊，可以说是去向不明白啊，截留在小金库的啊，这个具体的我东西也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点那些这个那些做假营销报表的那些做的那些公司处于亏损状态，公司的那些正常运营的那些，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你公司长期亏损，这是国家规定，这是加工资是企业是自负盈亏的性质啊。长期处于一个那些亏损状态的话，这个那些电力公司几百员工啊，工资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跟那些矛盾状态啊，就是工资跟那些和同行业相比跟那些相差的很多，最大的就是伤害的职工的利益，就因为跟那些他经理跟那些这里面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这是跟那些一个。再一个就是公司跟那些多次组织跟那些公款旅游啊，旅游的人那些具体每次那个范围呢，就在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副主任那些、供电所的所长、副所长、电厂的厂长、副厂长，这就是领导层的那些，这纯粹就是有利益关系的收买人心啊。你就按照国家政策来说，早就用那些明确规定的不准用公款吃喝玩乐那些出国旅游。还有一个就是既然是跟那些旅游嘛，跟那些那工作第一线的那些职工那些享受的很少，特别是电厂的职工啊，难道说跟那些这就拿着国家的钱你观光旅游吃喝玩乐的那些，这是跟那些属于那些搞福利也好的那些，这个那些第一线的职工是啊没有享受到的一块啊，这个就是巧立名目的那些开支呗，具体开支多少啊，这个也是个那些只有那些极少数人知道的。还有一个就是公款啊，那个啥贷款，公司那些贷款发工资的啊，这个现象的那些更奇怪了啊。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电力企业那些是垄断行业嘛，那些这个钱都到哪去了啊？这就和前面的说的那些这个钱就去向不明的啊。不跟那些部分挪用部分的那些就被跟那些贪污了。遗憾的是跟那些我做了些营销报表，我这个人有个习惯都是留了一份，为啥跟那些因为那个数字跟那些
有些统计数据的那些涂改的表，我都是用铅笔那些，现在保养做得好，然后再复印一份哇。我那些结束这个工作以后，那些搞营销统计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就把这些报表都拿回家去了，放着。但是家里面的那些不幸的是进了两次贼哇。有一次我报案了，报案了那些来查了跟具体问问家里丢东西，我说没有。最后的这些就是马生那些说的，你的那些这个报表是第一手资料的那些，他跟那些给他复印一份，我找这个报表我才知道啊，找这一个那些窃走了，这个东西就消失了，给我那些第一手资料那些到了那些遗憾我。我所做的营销报表跟那些我自己跟那些真假跟那些我给拿过来跟那些我全部能分得清清楚楚啊。这个里面就具体的数字跟这个报表上就能显示出来啊。我愿意跟那些在跟那些有关部门调查的时候我愿意出来作证啊。刚才呢我说了这个我检公开检举的两个核心问题，现在呢我就把一些他们这个利益集团呢这个还有腐败的很多这个小的问题概略的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呢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假党员的问题啊，对他们那些利益集团来说啊，这个假党员好像无所谓，他们为了升官，为了他们自己的人接他们这个班儿啊，造这个假，他们认为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们这些有一定这个良知，作为一个人啊，单独个体有一定良知，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还有基本的党性的人来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也非常可笑啊。就比如说也是个实际发生的这个案子，他的名字叫董新云，他现在是担任了我们广和县电力公司的副经理，他是最新提拔起来的人。他的这个党员身份和他的这个政协委员的身份，那都是内部操作指定的。比如说他的党员身份，在我们广和县这个支部啊根本就没有开过任何会啊。在我们追问这个广和县电力公司这个现任的经理和党支部书记高永胜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答复是什么呢？他们答复就是说啥东西啊，你们广和县电力公司这个党支部已经不存在了，由宁夏州电力公司党支部来通过，跟我们没关系了，就我们这些党员都没关系了。这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呢，在这个马玉杰，这是2012年，这是这个下半年十月份啊，从我们这个穆斯林呢是朝圣，他其实是从买家朝圣回来的时候，那个星期五的下午，周电的公司副总经理啊何建新负责这是传达文件，免去了他的职务，留广和县电力公司顾问。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呢通过侧面了解和调查呢，其实他都是这个东西都是提前他们都是策划好的，包括他现在的广和县电力公司接任的经理马小平都是提前策划好的，都是。其中呢我要说到一个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大家要思考一下，他是星期五下午宣布了以后免去了他的职务，但是呢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晚上，在他的办公室，在没人的状态下啊，和他的家里面，光就报发票，以报发票的名义报了出去300多万。这个大家可以，只要有一点头脑的人就可以考虑到这里面的问题了啊。明显的在私分国有资产，收买他利益集团的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他2012年十月份离职以后，广和县农业银行光贷款还有700万左右。我们这个电力垄断企业啊，他离职以后怎么会还会产生700万左右的银行贷款？
在这个接任的经理马小平接任了以后啊，到2012年12月份的时候，职工的这个工资和奖金都发不出来，又贷款500万。嗯，这是什么？这里面产生什么问题？什么黑幕呢？嗯，也就是说，马玉杰在走之前已经，贪污的金额超出了负贪污了，已经，这个我想大家能听懂。他以贷款的名义贷款进来，把前面的假账全部贪污掉，又贷款进来，又再贪污掉。哎，他们是这样子在弄这个东西。嗯，还有一个就是案子里面的还有一个小案子，我再提一下啊。这个人呢，在这个担任经理这13年左右啊，他这个期间呢，他是家长制作坊，尤其在他离任的后3年的时候，是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什么疯狂程度呢？他里面的那个所长、主任，包括副经理在内啊，他都是用这个金钱来衡量的，用多少数字来衡量的，甚至于他可以巧立名目，安个很简单的名字啊，所长有这个所长助理，那就可以卖多少万的问题，他是这样弄的。还有一个就是小问题，我再提一下啊。这个表面看是人事问题，就像我们广和电力公司下面有小水电发电厂，就是我们广和县河北开发新区的开发期间啊，这个占用的这个马家电厂，就是我们电力公司名下的小水电马家电厂的这个地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县上给了20多个，据我们了解是26个名额。在我公开检举3年多的这个过程中啊，第一次调查这是由谁的？由宁夏州纪委指派宁夏州电力公司纪检办来查。第一次查的时候就查出这个问题了，已经。他们当面答复我的是什么呢？他答复的是，这个广和县这个人事档案库里面查出来只有6个人有底子，其他20人左右根本就没有什么任何的底档都没有。安排的这个人员啊，连什么名字、什么东西都没有。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农网改造啊，还有这是也是个小案子。农网改造期间啊，这个尤其刚开始改造的时候，我们这广河西这边啊，少数民族比较多，农村呢，百姓比较困难，经济上都比较困难。他副经理马小平啊，这个原来的这个副经理马小平，还有农网办的这个主任马正火，他们直接就是通过马玉杰同意了以后，从这个出纳马小明那个地方，就是提出来公款挪用。他挪用这个公款干什么呢？他挪用这个公款就是我们这个每一个，农网改造期间每一户家里面的那个这个接电的那个接护环，他兰州批发他是14块钱。但是呢，他们卖160，这中间的差价是他们个人所得，而这个资金是哪一个弄出来？挪用国家电网项目资金，就比如说光马小平，他就挪用资金达200多万，马正虎呢，从马小梅出纳马小梅那个地方就拿出这个专款资金啊，就100多万，据我侧面调查呢。现在这两个人拿出这300多万这资金啊，这个到现在为止他们内讧的情况下还根本就没有归还。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情况呢？因为在马玉杰他3楼的办公室里面的时候，他们3个人因为这件事直接吵翻过脸，整个就是公司里面上班的人都知道，都听见了这个话，而且当时我也很明确的听到这个话。这个具体的小案子呢，有20多个呢，不胜枚举啊，我再不一一再啰嗦在这个地方。我是1998年6月份参加工作，我光举报的时间已经差不多4个年头，3年多了都。这多年来我没有越任何一级，从县一级，就包括我们原来的县里书记被抓掉的县里书记马宗民，现任的县长就是赵庆林，
原来的州委书记周强，现任的州委书记姚元忠，我全部都递交过材料，一直到哪呢？一直到省纪委，他们但是转批下来以后，就是没人管了，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呢，我又把材料通过特快这个特快的方式，还有这个通过网络的方式给中纪委举报过2到3次，也转批下来，他们只是指派第一次是宁夏州电力公司纪检办来查，当然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不了了之。第二次是甘肃省电力公司监察部来查，也是不了了之，甚至于都没给我马上正面的答复。他这个还有一次呢，就是中央第八巡视组进驻国家电网的时候，我把这个材料通过特快的方式，而且还打电话联系好了以后给他们发过去。当然很遗憾，我没有跟他们面谈啊，没见上面，但是我材料这个发到这个第八巡视组以后，也是转批到这个省纪委，又转批到州纪委。这次下来呢，还是不了了之。这个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啊，求告无门了，我们都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在2015年年底12月27号买的火车票，直接去了北京。当时呢，我并没有想着要闹什么呀，什么没有账，是我的心态呢，是就是要，我想呢，中央的领导把我这个材料直接收到的话，他肯定是有所关注的，我是这样想的。当时呢，我跟我的这个单位内部这个证人啊，马成功两个人，我们去了北京，在那个29号的时候，早上，我们两个人呢去了这个当时的天安门跟前的人民大会堂。去了以后呢，当时的那个外围警戒的这个警察呀，看见我们两个人一看，好像就能看出我们是西北人，背着那个包，就感觉好像我们是要干什么，就主动的问我们，哎，你们是在旅游吗？还是干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心情旅游，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呢，是看能不能找个那个什么捷径，直接把材料递到中央领导这儿。最后这个警察就问我们呢，你们能不能把材料拿出来让我看看？当时呢，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出来让这个警察看了，而且这个警察不止一个人，他们好几个人看了以后，他们也非常同情。非常的，因为他们见过这样的事情非常多了，他们就问我们，你们身份是怎么样的？我说我们都是中共党员，还是，这个材料他们看过了以后，非常同情，就当面问我们呢，问的啥呢？他就说，你们想不想解决问题？如果想，这个你们这个案子啊，中央领导人有所关注，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们我建议你们，不行到马家楼和这个地方这个中央的这个分流中心去，行不行？当时呢，我们也没多想，因为我们没有想着什么要闹什么事情。那行啊，我们就很痛快答应了。当时呢，过了没有几分钟呢，这个府右街派出所啊，他的这个接送的专业车辆就来，两个警察开着车过来，接我们两个人去了就府右街派出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名警察就直截了当问我呢，你们是什么案子？因为刚才那个执勤的民警告诉他们，这是实名公开的检举反腐的人员，两名警察也把我们的材料要过去看了一下，然后两名警察也非常同情我们，也非常就是痛恨这些贪官，他们就说了个啥话，因为他们有那个劝诫书嘛，必须要填写劝诫书的这个内容。最后两个警察就说了个啥，到了府右街派出所，在填单子的时候是由他们来负责填单子。最后要了我们两个人的身份证，在这个劝诫书的内容里面，两名警察说了什么东西，他们就说我们什么都内容都不签了，我们就签四个字，检举反腐。你们把这个劝诫书肯定到地方公安机关，他要以这个作为凭据要给你们答复的。我们在这个府右街派出所呢，大概就待了可能2-3个小时吧。马家楼这边就是用那个现在的公交车这种大巴把我们接过去了，当时人非常多，各个省会的人都有。
去了马家楼以后呢，做了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国家信访局的一位领导，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解决问题的话，现在你们这个每一个省的这个接访人员就在外面，解决问题的话，你们就跟你们省的接访人员走。哎，我们当时就非常这个听从这个国家信访局这位领导这个话啊，就跟了我们这个甘肃省驻京办的这个接访人员。当时接我们的呢，是两名公安，穿的是警服。接到这个驻京办以后呢，我们在驻京办大概就是住了第三天的早晨吧，加起来就两天，住了三晚上。第三天早晨，我们广和县信访局的局长李龙，带了只是六名同志，三名是干警，三名是乡镇干部，把我们两个人就是劝回了。当时劝的时候呢，县委书记，我们的现任的县委书记赵庆林，就是交代了这个我们广和县信访局的这个局长李龙啊，就是你告诉马生，作为地方政府，不管从省一级、州一级，还是到县上的领导，他们都因为我兼职的这个三年多时间啊，他们都知道这个问题。让马生你就回来，听他的话，回广和到我们地方以后，他给我就是，通过李局长告诉我，就是他要圆满的来解决这个案子，让我回来，不要再北京。当时我们就同意了。当时就是我们就是还没出这个驻京办的时候啊，我们的所有那个身份，两个人的身份证呢，都是让这个李局和这个公安的没收了。他说他们买火车票用，但是事后呢，我们也明白了，他们其实就是限制了我们的自由。出了驻京办，就是把我们登记在宾馆里面了，然后买的是火车第二天的火车票，我们就是回到广和，那是1月2号的早上。大概就8-9点钟，这个他们派的是广和县公安局的直接是抓犯人的警车，这三名干警直接就和三名这个乡镇干部陪着我们就直接到了广和县公安局。当然这个里面有个小插曲啊，有什么小插曲呢？这个因为这个原来这个到北京呢，这个在举报无门的情况下啊，上访的时候是这个。我的一块这个检举人马成功呢，被他们打击报复过几次，这个都有这个书面的这个刑事拘留材料。在广和县公安局的门上发现什么小插曲呢？我一块的检举人马成功这个证人，当时就是非常气愤，因为他有心脏病，城关派出所的、广和县公安局的，全部就在马路上出来了以后，要把我抓进去，他没敢抓，为啥？我们一块这个检举人马成功他有心脏病。当时他直接就跟他们在针锋相对在干，最后呢就把我们直接送到哪呢？广和县城关镇城关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以后呢，大概我们就做了这个，就限制我们自由啊，大概就3-4个小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知道了马成功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后，对他没有进行这个报复的这种拘押，但是对于马生果呢？到了2:30左右，这个派出所的这个民警，跟我做了这个询问笔录，他的第一个证据呢，啥东西？就是这个北京警方出具的这个训诫书，第二个呢，他就是证据的什么证据呢？他就是说跟我的这个询问笔录，在询问笔录里面，我很明确的告诉他们，在北京这个人民大会堂这个。执行点啊，我们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论和行为，但是呢，他们也没办法，为啥？当时的民警和城关派出所的所长啊，都告诉我们，明确的告诉我，当面告诉我，他们也没有权利了，为啥？他们这个广和县公安局的局长尤邓洲，根据上面县上领导的意思，直接下了命令，必须对马生进行采取措施，行政拘留10天的这个措施。当时呢，就是我到了广和县医院做了体检，我就主动索要了当时的这个法律文书，拘留证明书，索要了以后，直接把我送到了这个看守所。但是呢，没想到进了看守所第一步，看守所里面的这个接警的这个副所长啊，还有所长，还有这个下面的干警，
当面就告知我了，就上面的领导已经下了命令，对你马生是单独关押，不准打电话，哎，更不能接见外人，也不能接外送的食品，哎，而且最恶毒的是什么呢？他线上的领导直接下了个命令，哎，就是没有形成书面文件的东西，下什么命令？不要把马生饿死就行。哎，我在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当时还天气比较冷，大概室内温度就是零度左右吧。哎，他们一天也就是给我三四个冷馒头，哎，就让他们就让着来报复打击我。关押我这个第九天的时候啊，这个现任的广河县看守所的这个所长，名字叫马明虎，单独把我从这个牢房里面叫出来，在他办公室里面。单独谈了一个话，他这个谈话内容呢，第一句他就明确的告诉我，你这个公开的，实名检举这个东西，这个案子比较大，我就公开的告诉你，你这要多大的官帽和多少钱，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同时他又变了一个另一副面孔啊，他就告诉我，你第二次再不要进到我这个看守所里面。再进来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当时我就非常气愤，我当时就问这个看守所所长马明虎说：“你什么意思？你给我钱是什么意思？给我官帽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把我判刑？立我个敲诈勒索罪？你以为我不清楚吗？”我们当时是不欢而散。第十天的时候呢，就把我就这样子放出来了，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说法。我一到家里面，我就这个隔壁邻居就告诉我啊，你还没到家，已经是有人在私下里监控你，而且监控的人是就开着车，长期的白天晚上，就在我周围，驻有的动向，他们就是这么搞，但是我也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到底是公安，还是他们找的社会上的人。接下来你看啊，不断的噩梦啊，不断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广河县的头面人物啊，社会上的，官方不出面，私下里给我造成这样子那个精神压力，他们就是许什么呀，给你官帽呀，或者是给你多少钱呢，给我造成这样子的压力，再加上社会上的朋友啊、亲戚呀、很多人都是在替对方。对我进行这个心理干预，这样子来说吧，这就让我想起来是在我三年多以前，我在我们广河县电力公司下属单位是这个发电厂上班的时候啊，我为什么离开单位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就是啥？一，他派的人直接撬开了我的单人宿舍，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当时呢我就。报告了当时的值班领导是赵万火和当时的电力公司经理马小平，但是呢没有做任何处理。二一个呢，在这个2013年3月1号啊，在他们那个威胁之下，我在没上班这个过程里面呢，马玉杰本人，他在一个广河县电力公司，在一个房子里啊，他那是星期六，叫我过去就是谈了个话。但是他谈话的内容是啥呢？他的归根结底就是威逼利诱，而且他当面直接告诉我后面有人，你能把我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非常气愤，他问我呢，你是共产党员，你爸也是共产党员，你们一家子是不是傻逼呀？你跟我斗就是跟共产党在斗，这是非常令人气愤的东西，这个东西。第三一个呢，因为我是穆斯林啊，我信仰的是伊斯兰教，他也是穆斯林。第三一个他就说了啥东西？你按照我们的信仰的话，你这样子跟我就是兼具我的腐败行为啊，你这是违背伊斯兰教信仰，扯淡嘛，这是伊斯兰教是这样的吗？
啊，这是就为什么我多年坚持不懈的在，哎，这个公开实名自杀式的检举反腐的，他的精神原动力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光一个我个人的良知的问题、党性的问题，而且还有宗教信仰的问题了都，啊，他已经上升到什么东西了？宗教信仰好像我只要是宗教信仰，我虔诚的穆斯林的话，我就应该是贪污，这就才是穆斯林。他那是错的逻辑，哎。现在你看啊，我就要解释一个我现在个人的处境呢。从2013年3月1号到现在为止，他每个月，他只是给我800块钱左右的基本工资。而且现任的经理马小平呢，啊，他直接当面，啊，不是说一次两次，啊，五次六次的，那就是多少若干次了，当面，啊，就是威逼利诱，而且明确告诉我，你辞职，他威胁我辞职，但是我也当面告诉他了，有本事你就拿我要我的命啊，但是你让我辞职是办不到，哎，因为我干的工作这是在咱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位啊。不是说哪个私营企业，如果私营企业的话，我马上早辞职了，哎，哎，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哎，他们也没有敢开除我的党籍，开除我的公职，哎，我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子，包括我的一块的实名监军马成功，哎，他内部退养费是多少呢？一个月才700块钱左右，哎，这个。大家，你想想可以评论一下现在的社会这个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啊，你说我们这700-800块钱，我们能生存吗？不可能生存呀。所以说啊，我艰巨反腐，啊，不是说我没有心理压力，不是说我马上不怕死，哎，不是说我不爱财啊。对方呢在私底下封官许愿给多少钱我都没接受，不是说我不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哎，他已经把咱们的国有资产，哎，多少可以说是超过亿他们都私分掉了，当然他个人肯定是大头，哎，问题是已经牵扯不是说拿这个公有资产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每一个员工生存的问题了。我干了现在是18年的工龄了，我现在马上是800块钱的左右的生活费，连住的房子都没有。你说我不反腐，我不反腐我咋办？尤其以咱们习近平主席上台以后啊，看到了希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2-3次的中纪委这个递送材料，中央第八巡视组，尤其是这一次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有通过围观中国网在网上我报道了我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材料，嗯，宁夏州检察院反贪局成立联合什么调查组在查，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回复，嗯，按照这个检察院的内部的行话来说，他们在找上面上层的关系行政干预嘛，很明显的事情了，所以说呢，我现在没有办法，没有任何门路了，只有通过，这个视频呀、啊、这些东西，让大家知道这个真相，来关注我们，尤其是中央的领导人，来过问我们基层的党员、基层的工人的生活状态，你让我们求告无门，我们咋办？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到现在为止啊，我跟我的朋友啊还是这个中共党员，我们还是拥护我们的党的，拥护我们这个习主席为核心的这个党中央党，但是呢，这个基层的现实情况啊，现实情况它是特别黑暗。不是说，我们在这个责怪这个中央的政策怎么了，责怪这个最高检怎么了，或者是中纪委怎么了？不是，
哎，我们是抱非常非常大的希望。也许是我们的这个最高检呀，我们的这个中纪委呀，可能工作上有的具体不够科学，没有落到实处，责任没有到人或具体到部门，也许是这些问题在出现问题，再加上咱们这个基层的这个利益网，不是说一年或两年形成的，它已经形成了若干年，所以呢，我们呢通过这个视频，来呼吁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如果能看到的话，社会上的各界朋友们看到的话，来关注我们。